大家好，今天是9月9日星期一，欢迎收看明报5点半新闻。首先看看今天的新闻提要。 Open House 招牌违反附例被没收。澳门海物公园无家可归者在温市府大楼设帐篷，列市怪司机机场大道逆向行驶。一到周末，即是大湾地区的地产经纪把握做 Open House 的最佳时机，但是新近地产经纪圈就传来了有经纪的 Open House 招牌因为违反了附例被人拔走了，而且发生的地点就在列治文，还说经纪接到电话要求需要先申请商业牌照才可以摆放招牌。记者就致电列市发言人 Clay Adams， 他说他个人就没有留意到有这类的附例执法，但是就说这类招牌的争议通常发生在放置的地点不妥当，例如摆放的位置影响交通影响行人。他表示会进一步了解。 Oppenheimer 帐篷城的问题持续，市长金乃迪日前要求公园局交出公园的管辖权，方便市府解决帐篷城的问题，但是就有露宿者认为市府希望透过取得管辖权通过禁制令，因此开始在市政厅出面扎营表示抗议。今天在现场可以见到露宿者挂起了要求住屋的标语，现场亦都只有两个帐篷，帐篷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估计应该是刚刚搭起没耐。公园局表示无意转让管辖权，亦都不会申请禁制令。在列治文开车真是见怪不怪，今天网上流传一条视频，一部红色车被人拍到在 Beachport Road 去机场的上桥口逆驶，这条桥是有咁上下距离的单行道，所以这部红色车应该逆驶了一段时间，而部车的车速亦都不低，幸好行车记录仪的司机反应够快，预先转线避过逆驶车辆。另外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载了一张相，相里面的车的车牌上面贴着一个 L 牌，不知道究竟是不是个车主有心遮住车牌，定是其他人的恶作剧。一年一度的 Pause for a Cause 步行筹款昨天在BC省七个地区同时举行，温哥华的活动同上年一样在 David Land Park 举行，主办单位和赞助商在现场摆放多个摊位，吸引数百名热心人士参与。参与步行的狗主带着自己的爱狗由公园出发，沿着海旁的步行径行3公里，为BC爱护动物协会的动物救援及护理项目筹款。同时举行步行筹款的地区包括 Fraser Valley、Okanagan、Surrey、Tri-City、Sunshine Coast 和 Victoria。 活动最后筹得的善款有140,825元。温哥华听日10日星期二的天气预告，日间晴云相间，有30%机会会落雨，午后云层逐渐消散，气温最高有20度，晚间天清，最低只有15度。而家睇下香港新闻。香港首富李嘉诚除咗早前登报，再次为近日嘅事件发声。佢琴日出席慈山寺活动时发言，话近期嘅事件系继二次大战之后香港面临嘅最大冲击。佢希望香港人可以渡过难关，又希望年轻人可以体谅大局，执政者亦都可以对未来嘅主人翁望开一面。体谅各个大局啊！你呢执政嘅呢，亦都能够对我哋未来嘅主人翁，亦都呢能够望开一面啊！虽然忽略同埋人情有冲突，但系乜嘢事呢？在政治问题都要两方面大家能够为对方想一想，有很多大事可以快为小事。多谢你们这么多人来到支持慈生子啊，祝福。
而另一方面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亦都外出，去到港铁中环站视察。林郑月娥同港铁主席欧阳伯权、行政总裁金泽培同埋车务总监刘天成等人巡视中环站各个入口，并视察售票机同埋入闸机。期间，刘天成向佢讲解港铁人员嘅维修情况。俾市民嚟讲，就已经有影响减低，佢哋又可以过翻一个正常嘅生活，都系尽量做咯。佢有啲做唔到嘅，依家冇冇得保持有，保持有保持有，系啦。但呢班我哋公司辛苦晒啦，辛苦晒，辛苦晒，辛苦晒，讲下辛苦晒，辛苦晒。破坏得最犀利系边用边咩方法嚟破坏？佢哋用嗰啲铁嘅金属嗰啲咧，去剥咗。佢令咗我哋嗰啲電視機咧，即變咗啲乘客啦，入閘嘅時候睇唔到究竟係特定唔得，冇咗個嘟，即係個秩序咧，一啲國際好多部都係咁。咁咪要成日換咗佢？係啊，呢個冇得整嘅，因為影響最大，其實最多damage就係嗰啲。嗱，佢呢啲咪先，佢嗱，佢首先打爛咗呢個先啦，你可以見到啲人神，但係起碼有幾部用到先啦。起碼幾部用到，我哋會繼續維修嘅。睇到咁樣喎，好好傷心啊！但係再次超速俾佢打爛咗，大家都好心痛嚇。我港鐵幾廿年服務我哋嚇，隨意咁啊打爛曬，希望大家早日回復，多謝係啊係啊，唔至於暴力嚇，多謝曬大家支持。而家睇娛樂新聞。王嘉敏当选了港姐之后任务繁忙，今天就出席活动见传媒，我们听听她有什么说。我觉得有些病病地的，现在即有些头痛，因为不够睡，还有现在即刻松回个人好像真的有些病病地。会不会今晚同男朋友见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想睡觉而已。现在我昨天看完你比赛之后就走了，我见你回到家都没有来接你。我们不是一起住的。當選之後，都係覺得好 proud 咯 ，proud of me 咁樣，係。咁屋企人咧，琴日翻到屋企有冇為自己咩慶祝？我哋一齊開香檳咯，同埋佢哋準備咗宵夜俾我食啊，大家一齊傾下偈咁樣咯。驚唔驚開始忽略到？唔會嘅，因為佢都係個好大方嘅人啦，而且我哋都即係都成年人啦，大家都好成熟嘅處理呢啲事情都。嗯。但係往年有好多即係可能港姐選咗之後都會。可能另一半的安全感冇咁大，咁樣，然後之後有機會有啲危機，咁樣自己驚唔驚？又冇，其實都有信心嘅，係咯，覺得佢都明白我嘅，同埋支持我嘅。你要忙，理唔到佢出邊有？唔會，絕對冇，對佢非常之信任。點啊？琴晚選完之後，係咪仲係好興奮啊？夠唔夠休息啊？昨晚其實都不太睡得著，是因為回到家都比較夜，然後都即不斷覆朋友的 message， 收到海量的 message， 然後還有會看回今天的片，因為我們都很想看回那天現場的情況，所以自己就不斷看回片還有認識一下東西。妝容不完那兩個有啊，這兩條痕這樣，是啊，那我有些朋友都有 send cap 圖給我看的，是啊。冇朋友，男朋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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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邊冇男？男朋友唔喺呢邊，唔喺香港，唔係。男朋友會唔會趕翻嚟香港同你慶祝啊？我唔知道，去加拿大，但佢都咩事？因為都唔依家，所以恭喜。好唔熟喎，唔係，係咯，唔係都識，有啲深深嘅應該，唔係好似，唔係就好似我哋菲菲，即係咁樣，菲菲心，有深深眼嘅，菲菲心，你有冇男朋友？我有嘅，係啊係啊，但都係。恭喜，因為我冇見啊！恭喜曬，係即係同埋佢話叻女咯咁樣，係啦係啦係啦。唔係冇分入群睇你㗎。佢冇啊！佢同屋企人一齊屋企睇直播，係啊係啦係啦。幾耐啊？咩話？三年啊，係啊。因為多數都有啲魔咒㗎嘛。對啊。係咩？入咗即係呢個圈咧，就誘惑好大啊！嗯，係啊。因為冇時間陪佢啊嘛。或者會忽略咗佢。哦，咁我前排都真係忙到有時候 WhatsApp。即係覆唔到佢處咯，咁但係佢都 OK， 佢體諒我嘅，知道我啲排好辛苦，佢都明嘅，理解我嘅，佢都好 support 我咯，係佢嗰陣時都知道我參選，佢都話即係都好支持我追夢咯，所以佢都冇話講啲咩。今日嘅新聞喺呢度結束，多謝收睇，再會。聯邦小型企業部長伍鳳儀宣布對溫哥華華埠基金會的撥款。